这一间就是 Coco Cafe， 它是一个新的亚比可以喝茶的地方。你好，我是代班主持人 Steffi。今天我们来到 Coco Cafe， 然后在 Surya 的对面，Starbucks 正对面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offer， 就是鸡扒原价是13.8，现在只要6块钱。如果你加一罐啤酒的话，只是要多加1块钱。快点来吧，我现在就要试一下了。它那个口水有鸡蛋。对对。Cheers. They only 1 year. Wow.6块钱的鸡排吗？6块钱的鸡排，6块钱。昨天一直找人来陪我吃的。